如何分辨哪里人？台北人会随身携带悠游卡，看到卤肉饭加肉松会感到很惊讶，梳子的台语会说成熟辣，以为计程车随招随到，黑轮说成甜不辣，动物园就只想到莫炸，成年了还不会骑机车，省线道标志不会看，以为屏东道肯定很近，搭手扶梯会自动靠右。高雄人，高雄是左转，跟着行人走斑马线，一定要去加水站买水。推荐的伴手礼会说冈山羊肉、木棉酥、奇骨饼。推荐好玩的景点会说金钻夜市、凯旋夜市、瑞丰夜市、博尔特区、旗津海产。台中人，台中人吃什么都加东泉辣椒酱，早餐要大猪血汤，臭豆腐中间要塞泡菜，一定知道大面跟阿嬷姨。你是谁会说你是家，讲话后面会加油安内油加碎油，不会去第一广场，不吃太阳饼。台南人，台南人早餐爱吃牛肉汤、羊肉汤，超爱喝饮料，讲话会加你加蜜你都加你，不会去吃虾卷，都有牛肉汤口袋名单，口味偏甜，喜欢新炒的洋楼，爱保存老屋或古迹，